踝关节融合就是咱们关节踝关节损伤以后，咱们常规的方法应该已经没法去处理这个关节了，所以最后说白了，这个踝关节融合是一个毁损性的手术啊，毁损性的手术，把这个软骨都去掉了以后，把它融合在一起啊，只有到了关节到了终末期了，没有其他办法，保守治疗没有什么效果了，才考虑做这个踝关节融合。